小吴啊，你那边忙好了没有？忙好了，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，开始。来了！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。嚯、哦，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！这里也摆起来了。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，来。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，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.5米的大烤盘，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。来，走，放点，走，好。张大哥说，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，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。温度升得好快，赶紧加料汁了，咱们。好的，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雪菜汁。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，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。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，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。再倒上两勺酱油，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，最后配上洋葱、辣椒和小葱，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。太过瘾了，这个大铁板的蛏子今天得吃过瘾了。对，今天要好好吃嘞。好好吃，待会儿都围过来吃蛏子了。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，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，在铁板上滋滋作响，咸香、焦香、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，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。大家来吃蛏子嘞！味道好极了吗？味道好极了，太好吃嘞！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，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，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，还伴有一丝咸香，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。我们的蛏子真好吃。